网易云呐、啊，像云端呐、啊，对吧？还有贺字儿的，贺字儿多，黄鹤棣呀、啊，玄鹤门呐、啊，黄鹤楼啊，鹤顶红啊。对了、啊，您都认识，啊、就是您是我们在这儿就没有名气，跟人家比不 了。您看张云雷老师，嗯，就长得就好看极了，哎，到现场您各位再一瞧、嗯，原来不光张老师那样的，嗯、原来德云社魑魅魍魉，长得五花八门都有啊，真是，哎呦，这那是好看的，嗯，我们这是难看的，嗯、好难看的。招你了，什么叫好男人？确实是这个比人家差多了，跟人家比不了。爹妈给的脸，哎，这变不 了。但是我们说是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，那当然了，真诚对待。虽然说是我们面貌丑陋，嗯、但我们内心肮脏无比。咱是怎么做到内外兼修的？因为好多朋友，你说知不知道你、嗯、是不是？人家是喜欢你的相声，哎，问你相声，长相没关系，没招了，对不对？嗯、很多朋友，你说一看到我们，嗯、大部分朋友都不了解，不认识，是不是？嗯，旁边这位，嗯，就是我的哈基咪，嗯，他呀，最近呢、啊，这个，我是个什么宠物？什么叫我是你的哈基咪？不是，就是哈基咪现在不老比喻狗吗？我是你的狗啊？不是，我咬过你是吗？就是自己的合作伙伴形容您可爱真诚哦，可爱真诚啊哦哦，我是哈基咪。哎，对对，合作伙伴。哎，行，很多朋友都特别熟悉他啊、嗯哦，我是你的门口有认识的、嗯。今天门口来的时候，看那观众特别的热情。嗯，哎呦，瞧见他就不行了。嗯、哇，你是？是刘和安吗、啊、是你吗、啊、我特别喜欢你、啊、是不是你、哎、我希望不是我是吓人啊我特别喜欢谢谢我呀特别谢谢特别谢谢、啊啊哎呀，我随一个，我打海南来的，海南的朋友，专门来看您的，是啊，还给您带了海南的特产，什么呀？北京烤鸭，您尝一尝，我吃什么呀？吃啊，你是不是在北京走丢了？北京烤鸭是海南的特产，不是海南那个椰子鸭。我就洗海南有椰子鸭吗？海南椰子鸭吗？我知道海南不有椰子鸡吗？哎，不，这都有啊，新品种。哎，有认识他的、哦。今天那海南的朋友在现场吗？嗯、哦。你看，没来、哦。没有关系。没关系，那钱不都买了北京烤鸭了吗？这说明人家这个喜欢您。哎，对，看你那钱，人家都那什么了？哎，这买了礼物了，是不是？买了夜鸭了、啊。海南的朋友，嗯，之前还有国外来的呢，国外也有朋友啊，哈萨克斯坦来瞧您呢，来看我这个哈基米啊，哈萨克斯坦，是不是？之前阿富汗来的，啊、对，一般都是阿字的，是不是？哎，阿富汗朋友今天来了吗？嗯。您坐后边了，你看还是阿富汗有钱、啊，海南都没进来。哎，这好多那个外国的友人都特别喜欢他，是啊，是不是、哎？国内的也行，国内还行，国内也有、嗯。国内最远的，您来自哪里？国内的有，丰台。丰台，北京市丰台区啊。丰台。通州。我跟你说啊，听相声呢是有一个规则的，嗯，观众不能比演员幽默，知道吗？要不然我们就得买票去。真是，这得亏没给你们麦克风。北京是丰台区，北京是通，这是北京市啊，朋友们，嗯，这是您一个外地来的不了解，增城区、西城区、丰台区、通州区，你怎么这么了解？你比区最了解区呀。开心啊！那我是你的哈基咪，你是我的特头君。你看我这个区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这个区烫头了。真是，现在观众越来越难带。丰台来的，通州来的，我们不，咱是说最远的朋友，嗯、远点的，远方，嗯。人远。
性。后边没乐是吧？延庆，北京市延庆，延庆区，延庆也是个区，延庆也是，还有远点的朋友吗？杭州，就你们现在就坐满了北京人，瞬间让我就回到了就是一年半之前，就是那个封锁的时候了，外地人来不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有外地的朋友是吧？有也有是吧？有说哪儿的呀？有外地有哪儿的呀？说呀，咱聊啊，来言去语。南方的朋友有没有？有。广东、广州。有。杭州。杭州。福州。福州。郑州。郑州。他说福州就行，正哦，你是正在福州，郑州，啊，你这沧州，就每回跟胖弟聊天，你发现吗？发现就这个包袱老容易未遂，老容易未遂，就是，咱不聊南方，不聊南方，哎，咱们聊女方，这个。很多年轻的小姑娘，哎，人现在这大学生嘛，嗯，是不是？对，哎，冒词儿了，咱不聊女方，确实很多年轻的女孩。人家说这个带着室友，有吗？有。今天有带着室友来的吗？有。带同学？没有。来这儿来的，对，孤身一人。就带着自己的姐妹啊？没有。或者是甜蜜王吧，到咱们这儿是吧？听，我觉得也挺好。你要没词儿，咱别编行吗？什么叫甜蜜王八？闺蜜。您是这么理解闺蜜的？是吧？哎，两个姑娘叫闺蜜，这实在没得聊了吗？这不是？那俩男孩呢？憋蜜。难为你。哎，我不是啊，哎，来这个北京来看一看，嗯，看一看北京城，嗯，到这个就是前门大栅栏，嗯，前门大栅栏啊，您有这个，您过去进去逛一逛，旅游玩，嗯，回来又歇会儿的，哎，对，歇会儿，有这个北京的城建文化，嗯，但是啊，嗯，您看这毕竟是这个旅游地。对，旅游区，我们咱真是作为这个拿您当这个好朋友、好家人、自家人，咱说到这种地方啊，嗯，这奉劝您各位一句，怎么着？别买东西啊！就是，咱啊，你有尽量啊，咱说咱钱就花到日子，你是不是？你干嘛呀？大家怎么的了？还不让人家买东西呢？不是，您看看现在全国各地的这个旅游区不都一样吗？都那样。嗯。进来以后逛，您在北京买的东西，你在南方你也能买着。嗯，真是王府井小吃街。嗯，您去看看去。嗯，全国各地就那四样旅游霸王，旅游霸王，旅游霸王，旅游就是你旅过游吗？你旅过游？这旅游就跟卡在这儿，旅游四个霸王，旅游区四霸王，这四个东西，这四个哪个旅游区都有，全国各地都有。哪四个？章鱼小丸子，嗯，轰炸大鱿鱼，嗯，长沙臭豆腐，嗯，快乐柠檬茶，找去吧。我们这还稍微好点，嗯，我们这儿稍微好点，门口对面，嗯，还有那个，你那。砸银子砸铁那个，嗯，弄一小蜡人，是不是？弄一大娘，你看了吗？那大娘是这样的，那大娘不是这样的，那大娘是这样的，那大娘那么骚吗？大娘干嘛呢？大娘这是不是吗？看那边那大娘就是这样的。你看上岁数大的都眼睛放光了，看你
给大爷说的，你看。哎哎，走啊，找了架，找谁呀？大爷，找大娘。就我那意思，你们懂啊？啊，懂了。行行行行行，就那意思，就那意思，玩一玩呐、啊。到这个北京啊这些景区里边玩一玩，结果不重要，旅途吗？重在这个都有个途子，享受的过程。哎，对，你跟谁出来旅游啊？说是跟谁出去参加这个娱乐活动，都挺好。对，您看我们这个也羡慕您各位，大下午的说是到我们这儿就是参加这个文娱活动。哎，我们平时不行，我们都是上夜班的男人。晚上这个七点半是夜班的男人、啊、你晚上是不是七点半在这演？对呀、啊、演出啊，十点半才结束。对呀、啊、你回家以后跑就一开始说相声，他媳妇儿都不知道，天天好晚上回来四脖子汗流的。那不是赶火车赶的吗？那是不是你就晚上咱这时间段跟人家是不是就撞不上？对，那当然。我们平时也想出去，是不是？那是什么跟您各位一样整点没有用的，出去这个。什么叫整点没有用的？人家怎么叫整点没有用的？您这业余时间嘛、啊、正业是工作嘛、啊、你听相声、啊、你出去洗个澡、啊、搓个澡、啊、唱 KTV， 这不都叫没有用的吗？啊，这就是放松，是不是？别叫没有用，那叫放松放松。整点没有用的，是吧？你看看电影，看电影，可以啊。你喜欢吗？嚯嚯，要尿尿。就刚才您那个行为，受自己大脑控制了。我就喜欢看电影。是吗？喜欢看电影。哦，您平时都喜欢看什么电影？我们晚上就演出看不了电影，在家里边待着能看。哎，对，在家是不是？在家看什么？哎呦呵，这各种会员我都有，各种会员。这笑什么呀？我也没看上。视频网站会员都有啊，是不是？那个优酷，有，是不是？有啊，腾讯。腾讯，对，是吧？爱奇艺驴驴驴，爱奇艺驴干嘛？那是张国老，那是。哎不，爱奇艺都有嘛？对，我在那上面看啊，我会员啊。那您看什么呀？哎呦，是好多那个过去那些大片比较有意思。啊，哪个大片？有那大片你看过吗？叫《光棍的一夜》。寡妇的一宿。没有，我可能因为没充会员吧。我没看过。是吗？没有。还有什么呀？寡妇的一宿。这是上下部的吗？啊不，不是上下部，还有第三集。第三集，你的父亲母亲。啊，就我的父亲母亲。不是，哪个片子没看过吗？哪有这片子？喜剧片呢？我没看过。您说点大片，大伙听过的那个。那个看过吗？剪刀手刘德华。不，剪刀手爱德华吗？你那是正版的。我合着充个会员还看了个盗版的。啊，还有什么呀？剪刀手刘德华。还有星巴克的救赎。一杯咖啡有啥可救赎的？还有加勒比海盗。加勒比海盗啊。魂断蓝翔。魂断蓝桥。午夜凶贾玲。还有那个这个手刹不太冷。你看看那个离合有点松吗？这个杀手，这个手刹不太冷。对，钢铁侠，钢铁侠，指甲王，哎，哈尔滨的移动城堡，哈利波特与凤凰传奇，于谦这个老娘们大战小猪佩奇。看过我也想充个会员了。就剩最后一步我都想充会员。于谦大战小猪佩奇。哎，看戏。哎，这戏是应该看的。看戏看看过。对。看看这个好多一些看戏啊，我喜欢看什么呀？共情感强的。共情感强的，对了，很多观众也是这样，嗯啊，共情感特别强。您别说这个看相声了啊，看相声这哭不了啊，这个您去看电影的时候，很多上演那个悲情类的电影，催人泪下的啊，
底下观众大部分就都哭了。是伤感一点的有。像伤感这样，对对对，我不知道这个您各位是怎么样啊？嗯，因为我们德云社所有同事都是男的。您说男的啊，看那个悲情电影啊，或者是悲情戏啊，嗯，他也有哭的。不能，大老爷啊！不不，有吗？真有。谁呀？这赶上看什么呀？看戏，看戏，看戏曲啊，都能哭啊！嚯呀，后台有个人叫孟鹤堂啊，孟哥，孟鹤堂啊，孟鹤堂，他就平时就喜欢看这个悲情的这个影视题材啊，或者是戏剧题材。哦，这他一看戏呀，他就哭。爱哭，每回哭好，有时候这开戏，戏还没开始呢，他哭的裤子都湿了。你整那是不是尿了？哭的能哭的是？就是说，有的时候这戏还没进入这个剧情呢，他先进入这个状态了。我进入状态特别快，给他出主意。嗯，你越说你不能这么看，你这么看，你有时候你打扰别人，你难受，对吧？对呀。我跟他说，我说你下回啊，你看戏的时候啊，怎么着？你跟旁边这人呢，分析分析剧情。哦，你分析剧情，哎，你得注意力。啊，把谁给你引爆了是吧？什么东西？我这他们都吓我，离你最近知道吗？我差点裤子湿了。不是我这还听你分析剧情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。哎，你感觉到了吗？我感觉到是有点湿了一个。到了，你这招倒是不错。跟人聊，哎，平时您各位看电影，哎，就分神，哎，分神，分神，你也别看手机，是吧？你跟旁边聊，看电影，看戏，嗯，赶上有一回，嗯，这个去这个戏院里边看戏，嗯，我们传统行业吗？对呀，啊，孟鹤堂去那儿学习去了，嗯，本着学习去了，嗯，其实跑那儿哭去了，哭了。好家伙，旁边坐一大哥，嗯，这边坐一大姐，嗯，跟人大哥大姐聊。你能跟我们学学吗？他那天不行，那天这戏还没开幕呢。嗯，好，自己拿一手绢擦眼泪啊。嗯。说这句话合适，对，一个男人跟另一个男人说这句话合适。我这不是酝酿情绪呢吗？我这对对对，有过程，循序渐进，别着急，你妈赶上了，来个讨别话。二姐，我说这女的还二姐，哎，今儿演的这是嘛戏呀？就这出吗？啊，秦香莲，秦小仙呐，她是我们单位。您等会儿吧。秦香莲，秦香莲，不是秦霄贤啊。秦香莲，秦香莲，朋友们容易吗？容易吗？农村的，嗯，农村的，农村怎么了？妇女啊，挺不容易的，挺不容易的。秦香莲，朋友们，秦香莲。
秦香莲，秦香莲那是农村的女人呐。对，那会儿有个爷们儿，叫嘛？陈世美。叫陈世美啊。对，叫陈世美。俩人一开始啊，陈世美没中状元之前呢，俩人日子过得苦啊，惨。俩人这日子过得困难啊，知道为嘛困难吗？为什么呀？家里边人口多呀。他们家几口人啊？七口人嘛。不对，我记得他们家不六口吗？七口。六口。七口。六口定了。七口死了，七口准了。要不咱俩算算。后来陈世美想着，能不能改变生活？怎么改变？能不能改变生活？怎么改变？考取功名啊。啊，不容易啊！过去那个秀才啊，想考状元，进京赶考啊。那会儿宋朝嘛，对，宋朝的那个首都，那个进京赶考是去哪儿考？东京。东京。对。东京。对。啊，陈世美就去了东京了。嗯。到了东京一看呢，东京没嘛发展，就去了大阪了。到大阪哪个东京？汴梁。对呀、啊，到东京一看，啊、东京你妈就汴梁了。陈世美没赶上东京热，我知道东京热。陈世美不知道。哎呀！啊！你哪位带着蛤蟆来了？这是。东京一考，陈世美考上了。哎，好啊，嘿，这给喝小卡米能耐的啊！这什么小卡米？嗨、哎，考了那嘛，考了那状元了，哎、考中了，娶了谁？娶了那个种主了，娶了公主，娶了公主了，别娶了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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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。公主，公主，对，说不出来了，他对了，娶了公主了，公主当了二维码了，你看呐，当了驸马了，驸马，哎呀，好啊，写字儿起，把秦香莲就给忘你也都是霸道人的本质，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呀。秦香莲容易吗？你学个变脸是吗？秦香莲容易吗？陈世美走了三年呐，啊，连封信都没写回来呀！这三年人家秦香莲怎么活的呀？真是三年啊，给陈世美生了俩孩子，你这娘们也不地道。三年没回来，给陈世美生俩孩子，有俩孩子，那是原本就有的，有俩孩子，原本就有。心想三年你不回来吗？啊、你不回来，我看你去。我找他。朋友们、那个年代哪像现在这么好啊？是。那会儿没有汽车，没有，没有火车，也没有啊，没有动车，更没有，连你妈小黄车都没有啊。那他怎么去呢？走着去呀、啊，走着。秦香莲带着俩孩子，拖、嗯。到那儿去了，充满电去了。到那儿去以后，陈世美一看，还不认他，还不认呢。好，考状元了，扔在了小卡拉比，连样都不认了都。要不然你就骂出来了，这个状态。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就出去！就这公猪看上他哪儿了？出去！说哄就哄啊！说哄就哄，这是外人吗？这是你的哈基米啊！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啊！俩人青梅竹马一块长起来的呀！老话还说呢，说什么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参，海参没有虾仁贵，虾仁48一斤。真是没干过水产是吧？你说怎么好的一对夫妻？
摊上了这么一个丧心凉的人呐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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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！啊！这是难受。晚清民国那会儿嘛，白毛女有个小名叫喜儿，叫白毛。哈哈哈哈哈！这起的太随性了吧？这小名叫喜儿，叫喜儿，叫喜儿啊，叫喜儿啊，叫喜儿。那么个情况，您给介绍介绍。什么时候能见着喜儿？嗯，嘿，出豹子的时候。这个，您这是什么炸金花是吧？喜儿吗？喜儿哪一个喜儿？发钱那个喜儿啊？三个六吃喜儿，不是他要吃喜儿，那叫多狠呢！没有，这人小名就叫喜儿，喜儿啊，就叫喜儿，喜儿。他爸爸叫嘛？他爸爸叫嘛？他爸爸叫杨白劳，杨继明啊。杨继明现在又说就一个杨字，杨白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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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对 对，里边有一个坏人呐、啊。对，里头有坏人。听到这个我心里就难受。叫什么名字？叫嘛名字？黄世仁，你黄世仁。对，坏人，大坏人，黄世仁，他对得起他这名字吗？嗯，你把他世仁吗？他。哎呀，活生生的，嗯，好，杨白劳喝那烟炉啊，对，给喝死了，没错，好家伙的，哎，黄世仁，小卡的米，哎，就把喜儿啊，就把喜儿啊，给他能耐的往神山里边避呀、啊，哎，往神山里赶，住神山里边啊，对，你说你给喜儿，你雇个马车也行啊，嗯，那会儿没有马车，没有，没有汽车，没有。没有火车，连你妈小黄车都没有。他怎么敢呢？喜儿啊，自己一个人呐、啊，走着就去了。哎呀，到那儿以后啊，喜儿心情不好啊，难受。一晚上时间呢、啊，喜儿这一脑袋秀发呀，全变白了。哎呀，后来这事儿让古龙知道了吗？古龙知道，写了一小说叫《白发魔女传》。《白发魔女传》写的是喜儿是吗？我麻烦，你说什么？哎呀，行了行了行，别哭别哭，还会换戏的，再换戏就好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孟姜女呀、啊。孟姜女容易吗？嗯，农村的，农村的妇女、啊。这剧场有回音了啊！都快改了大合唱了。孟姜女，孟姜女有个爷们儿啊，嗯，叫陈世美啊，不是叫范喜良啊，说错词儿了，叫范喜良啊。掏钱。叫范喜良，叫范喜良。范喜良，范喜良的孟姜女怎么认识的？就是因为他这个孟姜女洗胳膊洗衣服时，看见胳膊了，就俩人沾一裸袖变为师姐。范喜良看了人家秦香莲孟姜女半拉胳膊，对吧？孟姜女，对吧？看孟姜女半拉胳膊，对，就跟人家娶了。对，朋友们，这就是封建社会啊！这是过去，封建社会害死人呐！是啊，好家伙呢，范喜良是没活到现在啊！活到现在，活到现在，看半拉胳膊就给娶了啊！你到前门娶6000多个，这
确实是偷一猛、嗯、哎呀结婚偷一天晚上、嗯、好就把范喜良就给抓走了，对，干嘛去？嗯，修长城去。嗯，修长城知道吗？我知道长城那会儿秦始皇修长城，对，那是人干的活吗？太累了。好，在那修长城，修了以后好范喜良直接就死了，累死了，死了直接埋长城底下了。嗯，哎呀一年多没回家呀，没回来。哎呀秦香莲在家等啊，那谁孟姜女就他在家等啊，就在家等啊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你不回来我找你去。嗯，那会儿没有汽车，没有火车，没有动车，连你妈小花车都没有，那他怎么去呢？腿。到了工地上就问，嗯，我爷们儿呢？范喜良呢？找啊，我找范喜良叫出来。嗯，包工头就跟他说，说什么？你爷们儿死了。好家伙的，好给孟姜女哭的呀！哎、我爷们儿怎么那么惨呢？怎么惨呢？生前建筑长城，死后你妈当建筑材料。哈哈哈哈哈！还给埋在下边了，埋。孟姜女就哭啊，哭了。孟姜女这一哭啊，怎么着？哭的是昏天黑地呀、啊，是哭倒了万里长城啊。没错。后来秦始皇也知道了，哦、秦始皇也在家哭、啊，哭什么呀？我你妈刚修好的。